相信未来一定为我。妈妈，你吃个西瓜，吃的这么大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奶奶，我们也带个小西瓜来吃。奶奶会跳，会跳广场舞吗？我会跳，你教我跳。很嗲，很没有长，很嗲。他可能不会。我教你跳啊、哦！漂亮，好宝贝，你把你爸爸的歌声听没醒啊？啊？这个歌都没人唱了，给我们唱。点开西瓜，没人弄起头。红尘啊红！大婆再来跳广场舞，大婆。整天说找那个镜头，啊，两个大饼。素椒。不是这边角了吗？对啊，你来不及那个，没有你来不及那个左脚。重新来。没事的，你跟着跳下去就得了。他就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。忘记。你看佛跳，左脚。右脚，今天光顾着凹造型。拍照。相片不能说是大片，到达不了大片。我差不多凹得了。哎，这个不是拍照，是录像。啊哈，你又背起来了。背在后面玩。光顾着凹造型了今天。因为有自拍杆，一有自拍杆我就想凹造型。那你就凹呗，好不容易来趟。就是啊。迷你扇子，凉没这把扇子？你看凉，头发都动了，凉不凉？你刚才给那个红果果给我吃，你说到底是不是有毒的？到晚上你唱，等一下你跳舞就得了。人家躺反反，你就知道错。我跟你到晚上你跳舞就得了。跳舞是小事哦。躺反反才是大事。那个出现幻觉，我模糊了。这里有一颗就难搞了，这里有一颗，那里有一颗，那就难搞了。又背起来。热没这个毛毯？嗯，没有盖起来。可以脱帽子吧？对，脱帽子又怕被蚊子咬。没脱，都脱光光，那蚊子都崩那么狂的。又搞口水啊！刚才我戴墨镜，你不认识就凉是没？这样。有情。哎呦！明天有肉欲凉款呢，冬天。明天有肉欲凉款呢嘞。明天大太阳不？你不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摇铃铛的意思哦。吃吧，人家瘦的人吃两口就饱，我们这种是吃饱了还能吃两口，怎么瘦？不一样哦，管他嘞，饿了就吃，味道还不错。学校门口卖的这种也好吃哦。嗯，5块钱一份。每天出去的时候也是最喜欢买门口那种，一小碗一小碗的东西。嗯，搞点辣椒。不是读书，是上班。没有，那种地方有那个薯条，好好吃，专门去买3块钱一份。你有想到那个时候？
我们要回去啦。今天的小麦山顶之旅、这个、是到此结束。小麦，你拿回家煮。那种白白的，天上起云，云巴晒谷不用翻，真的好听。阿爸。哦，我航航来找小伙伴玩呢，我航航，哎，叫哥哥，哎呦，好开心。现在就是弟弟。哎，哦，蕾蕾不要摸，不用摸蕾蕾啊。小弟弟。哎，你们在这里玩，给他看就可以了，他好喜欢看你们玩，你知道没？啊，哥哥，哎，不要碰，不要碰那个啊，不碰那个。他还小，不能吃那个的啊。你多少岁了？说好了。三岁啊，我要回家。玩玩，你都想讲话了。嗯，你们在这里玩，给他看就可以了。你还小，你才两岁，你抱不了弟弟。你都还想要抱，你看，干嘛回去啊，小弟弟？他也很小，但是他也很可爱。啊、哦，他也很可爱。对，我们航航交到新朋友了。我们航航交到新朋友了。你们在这里玩，给他看就可以了。你们继续玩啊。来继续玩，交到新朋友啦！哎呀，几高兴啊！我们航航交到新朋友了啊，吃饱饭放出来，跟哥哥玩。